在。天气资讯。别走神哦，播放天气的新闻啦。小爱同学。在。天气资讯。收到，马上为你播放关于天气的新闻哦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你是不是在偷懒？小爱同学，哎，新北天气资讯，小爱同学，我在。天气资讯，他其实是在说我。新北市今天多云转晴，27度到37度，东风5级。